加拿大莲花梦熊问的，请问师尊，今年初师尊传的临终用讧日封闭九窍，是否一定由上师才能做，一般的弟子不可以做？关于讧日封闭九窍，讧日封闭九窍，也就是像师尊的指头，把气印到指头，然后变成一个讧日，观想成为一个讧日，那个开天门，开天门，闭地缚，塞人道，阻鬼路。开天门，闭地缚，塞人道，阻鬼路，就是封闭九窍的方法。封闭九窍的方法，一定是这个人本身跟你的本尊有相应的，以这种方法来做牵制，才有办法做，也不管是上师或者是在家中的弟子，不管是法师、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所有的同门，你只要修道相应了，你都可以做，就可以帮人家做牵制法，也可以自己牵制。你自己有相应，你就叫请本尊来嘛，不是用叫的了，叫的这药师金母你来哦。我昨天晚上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喊的，我要渡河。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渡河，昨天晚上我做一个梦，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我要渡河。我说药师金母，药师金母，我喊了，我说药师金母，赶快给我一条船，赶快给我一条船。哎，空中就下来一条船，这浮在这个水面上。那我就上了这个船，我渡河。我说我那时候还在想，诶，我不是会飞吗？为什么要叫这个船来渡河呢？昨天晚上呢，我就想我是会飞啊，为什么我要这个船来渡河呢？结果这个念头刚刚一想，那个船就飞起来，对哦，飞过那一条大河，很宽很广的大河，就飞过去。那昨天晚上刚好做一个这个梦，你不能，我昨天晚上也叫药师金母，我也用叫的，药师金母啊，赶紧的。啊，紧嘞！给他放一只船啊来，我要过河，过这个大河。啊，他真的放下一个船过来，我就上了这个船。上了这个船呢，结果说：“哎，我何必渡河呢？我会飞啊！”这个船就飞起来，跟人一起飞起来，就飞过这条河。所以你如果跟本尊相应了，你就能够做得到。你跟本尊相应了，请本尊降在你的手指上面，你就做讧日的闭啊，开天门，闭地缚，塞人道，阻鬼路，也就是开天门就是顶窍，
壁地户就是你底下放掉的地方，要放的地方全部都塞住啊，壁地户把它壁掉。再来肚脐眼也是一个窍，这个也要塞掉。这个这是人道，人道主鬼路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里有七窍、八窍、九窍，全部统统给它封闭。九窍全部封闭了，封闭的时候用吽日观想，吽日，把吽日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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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吽日，然后把这个天门打开，天门打开，开成一个洞，然后把肚脐也封掉，这个。一个小香道，一个大香道，全部轰掉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上师才可以做，有相应的你都可以做，都可以做。